请收看慧律法师博学讲座。修行佛道的人，你要一定要记住无争，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要尽量的宽恕众生，忍辱，这个忍辱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否则忍不下来。定作天魔眷属，如此修行当复何意呢？智公禅师说，佛本是自心作啊，哪得向文字中求啊？饶你就就算你写的三贤四果十地满心呢、啊、三贤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嘛，啊，四果就出国二国三国四果阿罗汉呢、啊、十地就是出地到十地啊，满心呢、啊，就算你学的这个有因缘果报的四谛的阶位，那也只是在凡圣分别的境界里面啊，内坐就是离不开啊这个境界啊，啊阶位啊，没有办法达到绝对的啊佛性啊。不见到，你难道不曾经听人家说过吗？啊，不见到，你难道没有听人家说过这几句话吗？哪几句话呢？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呀，啊，势力尽见还堕，见还堕，哎，就我们了解啊，任何的啊势力啊，有钱权贵势众的啊，不管你是用什么力量啊，他到最后他还是回归到原点，诸行无常嘛，是生灭法嘛。势力尽了，他剑往虚空一射，他没有力量了，爬不上去，他一定要躲下来，对不对？所以啊，势力尽，剑还堕，招的来生不如意，啊，整世就怎么是我们呢、啊？相视我们无为实相门，整世就是怎么相向我们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啊，唯你不是以末人啊，唯就只因为你不是这样的根性的人，所以啊没办法啦，需要向古人建化门，建就是建立，化就是教化，哎，慢慢的学习，哎，没办法嘛，就广学知解呀、啊。你因为你不是这样上根立志的人，就必须要向以前的啊人了、啊、来慢慢的。建立教化，来广学知解，没办法，只有这样一步一步来。智公禅师这么说了，不逢出世的名师啊，出世就是大彻大悟，不落入生灭的对立，才叫做出世名师。往复大圣法样啊，就是燕王的研究的大圣经典，研究的大圣经典本来就是要大彻大悟的，结果啊。你研究了大圣经典，可是却没有碰到大彻大悟的善知识，那你所研究的没有人印证，也没有人啊来给你证明你有没有开悟啊，那不逢出世的名师，那么冤枉啊，你学大圣法，你如今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但学无心，久久惜时得，这一句非常非常的重要。哎呀，看到这一句，我就想到说，古人为什么讲话会讲得这么的得体？哦，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但学无心。但是他没有讲到这句话，讲到这句话不够圆满，他讲了久久虚实的，这才让你感受到这个古人呐、啊，讲话是不漏一句。嗯，太伟大。意思就是你学无心呢、啊，不是三脚猫的功夫。是一天一天的下功夫的时候，久久需要去悟得无心的本质，要实际有所悟的，叫做实的，不是拿来只做参考的无心，就这样嘛，没有分别，不执着，没有妄想，没有颠倒，啊，就讲一讲，这样没有实际的功夫啊，久久虚实的，每一天碰到境界的磨练。争执、吵架、烦恼、情绪低落，乃至呀钱被倒了，乃至婚姻破裂，都是
这样子的无心功夫啊。哎呀，什么是真功夫？拎到黑球处，哎，你就像安尼，真的，我就讲拎安死，你也是同款安尼啊，或者是你儿子突然暴毙啊，车祸，你一样都不动。呀，哎，这无常的东西它一定会发生的，迟早的问题而已啊，迟早的问题而已，就是你每天都要训练那种了解这个世间的真相，就是这样子的。没有什么好执着的，哎，多余的，久久虚虚的，那有这样的功夫啊，哎，就好了，就是真正的道就现前了。所谓你力量小，不能顿操，这句是真的很良心的话。我们真的要一下子啊，顿操啊，实在没办法。这但得3年、5年、10年，须得个入头处。这个就是师父讲的啊，要等待因缘，哎，慢慢来，没办法一下子，没办法一下子就等啊，啊等，再等，你要下个3年、5年、10年的功夫啊，须得个入头处，啊，自然会去，这样就能够体会无心。唯你不能如是，不能直下承担。需要将心学禅学道，佛法有什么交涉？交涉就是相干呢。心说要学禅要学道，这跟佛法有什么相干呢？学禅还是生死啊，学道还是生死啊。禅不可学，道不可修，学什么禅学什么道呢？直下无心才跟佛法有所交涉啊。心想要学禅已经离禅了，想要学道已经不知道道是什么东西了，跟佛法有什么相干呢？佛法是真正的功夫啊，不是观念之见的建立。所以说如来所说皆为化人啊，是方便度化众生而已啊。就像啊，把黄叶啊为巾，方便啊骗骗小孩子啊，知小儿啼啊，决定不实在的，若有实德非我宗门下客啊。如果你还认为你有所得，那不是学禅的啦。且与你本体有什么交涉，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经典说，师父少法可得名阿耨菩提。问：佛度众生佛？师引：师父众生如来度者，我善不可得啊，当然非我啊，怎么可得呢？一个我相都得不到，那还有哪里有一个非我呢？可得呢？佛跟众生皆不可得。那么说，现有32相以及度众生，怎么想没有呢？师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佛与众生尽是泥作妄见，只因为不认识本心呢、慢作见解。这个慢就是随意，随意啊，产生种种的自己啊，这是佛。这是众生，是不是？啊，才做佛见，被佛见所障；才做众生之见，又被众生障。做凡、做圣、做净、做慧等见，尽成其障。就是你只要动念呐、说这是凡夫，这是圣人，这是清净，这是误会，落入对立的，通通是障道。障碍你的心故，总成轮转呢、你轮回流转，就像猕猴，放一个就捉一个，哎，放了这个树枝就捉到另外一个树枝，放这个树枝又捉到那个另外一个树枝，无有歇起，从来没有停止的，一等是邪啊，一等就是一流的啦，上等的人啦啊，上等的邪习法是直虚无邪，当下。直接就必须要进入无邪，一等是邪，一等当然就不是二等啦、日一就一即六啊，啊一流的啦，啊上等的邪法就是当下就是无邪，叫做上等的邪法，啊没干下面要掐把病啊，啊做人都较干脆的啊 ，OK 哈、这一句话都概括了，无凡无圣无净无垢无大无小无漏无为，如是一心中。如是这样自信清净心当中，方便勤庄严，
听如邪的三圣十二分教，一切见解终须舍弃。既然迟早要放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只当下放下呢？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啊某一种程度才放下呢？正因我们的习气。哎，人家问禅师啊，禅师如何是修行啊？说我禅学当中不论修，只论悟啊。说禅师，那如果一定要讲修呢？他说禅师说，那么断习气谓之修。你要讲修嘛，没办法，只讲断习气就方便说这个叫做修，习气越少，这叫做方便说这叫做修行啊。其实无所修，你修什么东西？我都无我了，你怎么修呢？是不是？哎，你一切见解总须放下。简单讲，你对这个人很厌恶，这观念还是要放下。这些人很贪着，这观念还是要放下，因为这个假象建立的观念，有一天它会消失。今天的爱、贪、嗔、恨、我慢，这个通通是多余的，制造生死的东西，制造生死的东西。哎，所以啊，好坏是个人的因果，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因果啊。任何事情啊，不见得不好，也不见得好。哎，有时候我们只要我们尽心尽力的努力啊，尽心尽力的努力就好了。我们的责任义务我们应当完成就好了，是不是？所以一切见解总须舍弃。所以维摩诘啊里面有一段是除去所有啊，为之一床，寝疾而卧，此时不起诸见，无一法可得，不被法障，脱脱三界，凡圣敬意，使得名为出世佛。这句话的重点在哪里？注意看了，只是不起诸见，无一法可得，不要安立种种的见，无一法可得 ，OK 啦，这佛道就完成了。意思是说，在缘起的假象当中建立任何的观念，统统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任何的心理学家、科学家、哲学家，通通是起种种的见。种种的见，不叫做不究竟，没有破除这个我执。不管你是科学家、是心理学家、是哲学家也好，不管它怎么演变，到最后是离不开那份的执着。因为啊，见嘛，诸见，他不了解本无一物啊，那他就被法所束缚。因此，这个世间呢是不究竟的。不管你看什么心理学，哎，我在我没有学佛的时候，我很喜欢看这个心理学，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啊，那么看了很多的心理学，你看了很多地方，看了看不懂，啊，那么还有每一个心理学家看的讲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哎呀，就发现这个不是究竟的，可是又没有听到佛法，没有听到佛法，等到听到佛法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彻底。对不对？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既然无常就无我，那没有真实啊，没有真实，你安排上任何的自见看法，这个通通是错误的。无有定法可说吗？没有说一定怎么样啊，一定怎么样就被法所障碍。底下说透脱三界，凡圣敬意，使得名为出世佛。所以说其手如空，无所依呀。哎，出过外道就是超出越过外道，其手就顶礼啊，如空，就像啊这个虚空一样无所依靠，这样子就超过外道。心既然没有什么不同不异，那么啊也没有什么不同，法也是不异啊。什么叫不异？你的心情通通充满的智慧，没有两样。圣人现前也一样空，凡夫现前也一样空，你最爱的人也空，你最痛恨的人也是空，你最喜欢吃的东西也空，你最不喜欢吃的东西它还是空性。你的心就是保持这样子的解脱自在，法也是不异，心即无为，法也是无为，万法尽由心变呢、啊，万法尽由心变，就是所以我心空故诸法空啊。千品万类系皆同啊，这太好了，讲得很棒。
尽十方空界同一个心体，心本不异，法也是不异，就是因为你的见解不同，所以有差别。你看这看法不同，看法不同，我们没有修养的话，对看法不同的人要尊重，学习尊重啊。如果是上根立志的人，看法相不相同都是空啊，那没什么好，没什么好争的呢。他有权利看法不同，我们不要去改变他，也没有这个必要去改变他，是不是？那所以有一个母亲呢，她希望她儿子出家，她一天到晚呢就是希望儿子出家，只是祈祷而已啊。哎呀，来告诉我说，哎，我那个儿子啊，提纲就想要娶某，我讲够正常啊，差不多无想要娶某才是奇怪，对不对？他说，哎呀，我是每天呢、啊、祈求啊，他能够出家。王公啊，你祈求错了，你要祈求你在临命中的时候能不能自在，生死能不能自在？你祈到你的儿子，你有没有弄错啊？一下子好像电到一样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是你祈求错误啦！你都自己靠不住，你要靠你的儿子啊？儿子怎么能靠你靠得住？他出家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对，我的生死比较重要哦。对，安尼丢，安尼丢。对不对？你一天到晚你希望谁出家，他跟你什么，跟你扯生死扯上什么关系？没有的。像我学佛一样，我在学佛，我从来没有劝我家人一定要学佛，你知不知道？真的哦，我家人学佛不是我度的哦。你不要以为说我这个人出家，现在全家学佛是我度的哦，没有的哦。我出家几年，我从不跟我家人谈佛法。为什么？因缘生，因缘灭。让你自己来，哎，人家讲，哎呀，你弟弟出家，哎，我弟弟说，我看看佛法怎么样，哎，哥哥就会这样想，对不对？哎，我弟弟说，他到底为什么要出家？哎，别人度他的，反而是别人度他的呢，对不对？后来发现啊，哦，他弟弟的做的是弘扬正法的啊，他这一路走对了，我当时候的悟啊，不能体谅他这个出家的心呢，对不对？我出家五年，从不跟我家人谈一句佛法都不谈。为什么？淡呐、啊，你看怎样？就是姜太公啊，离水三寸啊，燕者上钩。就是安尼，哎，这个淡的功夫就是修行。哎，有的人呢出家的哇，拼命的积极要度他的家人。那我说你因缘不具足，你度你家人有什么用？对不对？你只可能给他制造因缘呐、啊。哎，对不对？又有什么用？没有用的。他如果自己不进来硬拉，怎么拉也没有用。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说家人全部到现在全部学佛，这是他们的善根发现了。哎，他们现在开始认同这个啊，这个家人这个弟弟啦，开始了解了。对，从他们自己发自欢喜心来接受这个弟弟的出家，那他们就不会改变了，对不对？哎。也就像我们那个一个亲戚啊，那个讲啊，贝瓦斯出家啊，啊，供用，哎，有功德，那个供用功德，讲我知咯，这出家人要这样唔好谈咯，讲供用都有功德哦，这我要相信咯，安尼，啊，你就那没办法，他不能接受啊，不能亲戚哦。就是哎啊，后来呢，慢慢他才能够体会了解了。讲这句话，我们也不会难过。后来几年后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叔这供养，哎，竟然讲那句话的时候呢，他竟然哎，后来会供养了，内心里面打从彻底的认同、敬佩、了解说，哎，真的施舍三宝真的是有功德，哎，自己心欢喜了，对不对？你真正一个出家人，他有身格的、啊，他连开口都不行，对不对？所以说，啊，我们要了解啊，这个法的一个真实性啊，法的真实性。那么，因为我们见解不同，所以有所差别。譬如诸天共宝器时啊，随其福德，泛摄有益。十方诸佛，实无少法可得，名阿耨菩提，只是一心，实无异相。异相就是差别相，哎，也无光彩，也没有什么光明色彩，也无胜负，无胜故无佛相，没有什么哪一个赢的，胜是对付讲的嘛，
对不对啊？比赛的胜负啊，无负故无众生相，无众生相，哎，对不对啊？也像前几天报这个电视报道说，说那个英国的一个足球队，英国足球队啊，跟那个什么，足球队哪一国的足球队，两国这样子啊踢，结果那上面的这个观众一边是英国的，一边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啊，底下来踢的时候上面打起来了，哎，打起来，结果因为太重了，塌下来了，又踩死好几个，打起来了，为了踢球，就是这样，那一颗球啊，那个球就这样子踢，哎，胜了，有胜有负。如果我们修无相的人呢、啊，那就没有什么胜负心了、啊，对不对？胜负心了、啊。那么以前啊，我在高中的时候啊。哎，辩论是说用筷子吃饭好，或者用刀叉吃饭好？也对，我这边是用筷子吃饭好，他那边是用刀叉吃饭比较好，对不对？那个时候以前都想啊，这个辩论要胜负的哈，对不对？哎，到最后大家都讲着说哦，这个刀叉怎么样子好啊，中国这个筷子啊怎么样子啊，不方便啊，那个刀叉你看啊，双手啊，筷子怎么样一双啊，哎，然后就讲了很多。那到最后我就问他说，你今天讲的那么样，请问你回去是用筷子还是用刀叉吃饭？你当然用筷子吃饭啊，都觉得等于用刀叉吃饭，我不爱跟公亲对不对啊，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辩论这个胜跟负哈，会产生一种恩怨的强烈的。现在的话啊，现在我们的心境，你要用刀叉吃饭，你就用刀叉吃饭；你用筷子吃饭，你就用筷子吃饭，这不关我的事情。你扁什么论？哎，扁龟波骨啊，无什么意思啊。扁龟波骨啊，无什么意思啊。给大唔贵尔，给大唔贵尔，我要落亏掉了啊！赢爱心哦，挂些告白啊，对挂些。一个告白的这贴的啊，你辩论会主辩人啊，啊林立谦啊，啊讲那个寡凉啊，哎，舌灿莲花，挂这个，一个舌头会变成了西凉共同兵把狼啊，舌灿莲花，就是这样子，哎，来鼓励一下辩论会的主辩人，代表领奖，所以我做过去的西凉共个兵寡狼，啊，今嘛一下刚好用得上佛法。啊，无这样摕去乖世间的人哦，哇、哦，你啊啥啥叫好，原来乖得真济钱啊吼，完了去用掠去关啊，完了去用掠去关啊。底下啊、哦，所以说没有胜负，没有胜相，就没有佛啊，无复故也没有所谓众生。问啊，心即无相，岂得前五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化度众生也？是云。三十二相是属于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八十种好是属于色啊。《金刚经》里面讲，若以色见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所以祖师啊，直指一切众生本心本体本来是佛，不假修成，不属见之，不是明暗，因为它不是相嘛，不是明，所以无所谓的明啊，不是明，所以、啊、无明。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名字，不是暗，也没有所谓一个暗字，所以无所谓的无明，也无所谓的无明尽啊，无明尽，尽就是破除啊，所以无明啊，也无明尽，因为无明本空嘛，所以没有一个无明，也不能说修行破除无明啊，也无所谓的第一个无就是无所谓，也无所谓无明破除殆尽了，因为无明本空，不需要你去破除。叫做亦无无明尽，也不能说无明被你破除尽了，因为无明本来就空，你怎么去破除啊？无明无根啊，本无所依啊，入我此宗门，切须在意啊，一定要好好的留意啊，如此见得名之为法呀、啊，见法故名之为佛，佛跟法通通放下，没有这种执着。就是生，生就是无真啊，换作无为生，一明一体三宝啊，啊一体就是一个啊一个本体啊，显现着佛法生三个角度啊。夫求法者，一个佛子要求法，怎么求呢？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众就是生呢、啊，
应无所求，不着佛求，故无佛可得。哎，我们不执着佛而求，那么所以无佛可得，不着法求，故无法。啊，这个无跟故啊颠倒了，这两个字打颠倒了。那不着法求，故无法；不着众求，故无生。十七页，问何者是佛？是云：奴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心跟佛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说即心即佛。如果离开这个心，另外啊要找这个佛也无佛可找，所以啊别更无佛。若离心，别更无佛。云：若自心是佛，那么祖师昔来如何传授？是云：祖师昔来唯传心佛，直指汝等心本来是佛，心心不异，故名为祖。如果直下见此意，就顿超三圣一切诸位，本来是佛，不假修成。云：若如此，十方诸佛出世，说以何法？是云：十方诸佛出世，只共说一心法。所以佛密咐以摩诃大迦摄，此一心法体尽以虚空，遍法界，名为诸佛。理论则各法，其是如于言句上解得它啊，理论就是理解啊，或者是议论啊，这个法啊，你来理解或者议论这个法，这哪里是你在语言文字上解得一个法啊？也不是在一个基一境，基就是根基分别，一境就是一个境界上见得它。此意只有默契呀、啊，默契就意思就是你要亲证啊，默默的契入啊。讲讲不得，说说不得，说也不对啊，讲也不对啊，所以说呀、啊，不管你用什么表达，它都不对，只有默契，意思就是只有悟道的人呢、啊，才能够亲身感受，叫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得这一门名为无为法门，若一会得，但知无心，忽悟即得，这八个字要划线。你想要开悟吗？但知无心，忽悟即得，就这八个字，就这八个字。若用心凝学起啊，凝就是想，如果用心想要学这个禅，学这个道，那么即转远去啊，那就越远了，就越远了。你直下无心就是道，若无歧路心呢、啊？啊，如果没有啊，分别心，歧路就是分岔嘛，岔路嘛。只分别心嘛，如果没有分别心，一切起舍心，心如果像这个木石一样的没有分别，它才有学道分呢、啊。它是用这些木石啊，没有分别心来比喻，不是说无情物啊，啊，它是比喻的意思了。你要学道可以，要像木头啊，或者是石头这样没有起舍心、没有分别心，才有学道的分呢、啊。如果一天到晚呢、啊？打着学道的心，然后分东分西啊，狂妄啊，无知啊，那么语道哪里有效高色呢？如今现有种种妄想，说为什么讲无呢？是因妄本无体啊，啊，这个虚妄的心本来就没有体性嘛，也就是你的心所起，那你如果是心是佛，心本无妄啊，哪的起心更任一妄啊，是啊，你若不生心动念，自然无妄啊，所以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万法唯心嘛，对不对？善恶是非其实通通在一念啊。云：今正妄念起的时候，佛在何处？师父说：如今觉妄起的时候，如果你觉悟到妄本空，觉正是佛，这一念觉悟就是佛。可终若无妄念佛，佛也没有。如果你不动念说有佛啊，这个佛也是无。何故如此呢？为奴起心做佛见，便为有佛可成；做众生见啊，便为有众生可度。起心动念总是你的见，若无一切见，佛有何处所呢？就像文殊采起佛见，被贬向二铁为山呢、啊？哎，被贬呐、啊，贬斥向二铁为山。哎，有佛见，有法见，通通贬。云：证悟的时候，佛在何处？是云：问。从何处来啊？啊，问就是从何来，结从何起啊？啊，
语默，就是你说话、沉默、动静，一切的声色，通通是佛事。为什么？是现成的绝对法嘛。何处觅佛啊？当下无心就是佛。不可更头上安头，嘴上加嘴啊。但莫生意见，哎，把这个画起来。但莫生意见，你只要不要把它强分高下，哪里都是一样。山是山，水是水，生是生，熟是熟，山河大地日夜星辰总不出你的心呢、啊。山安住在那个地方，不管它怎么变化，都是空。水不管它怎么变化，它还是空。但守住你的无心，道就现前。三千世界都来是奴个自己，通通是你自己隐心隐现出来的。何处有这么多啊？多般心外无法，何处有许多般的分别心呢？心外无法，满目青山，虚空世界，皎皎的，皎皎的就是清洁啊，明白啊，啊，清楚明白啊，啊，无实法虚，啊，没有一点点与你做见解。你不要按头上安头，知见立知，就没事。所以一切声色是佛的慧目，法不孤起啊，藏境方生了、啊。法不会单独而起，因为一切都是缘起的，借着种种的境才产生的。唯物之故有其多智，因为有种种的境界，方便说有种种的智慧。终日说何曾说？因为毕竟空嘛。终日闻何曾闻？所以释迦四十九年说法，未常说一个字。因若如此，何处是菩提啊？所以菩提无是处啊！啊，是就是固定。菩提没有一定的地方，悟了哪里都是菩提，不悟哪里都不是菩提。我也不得菩提，众生也不是菩提，不可以生得，不可以心求，一切众生就是菩提相。你看，那都是当下现成的，圆满满的显现出来，一切众生就是菩提相。所以啊，一切境界通通可以悟到。云如何发菩提心？是因菩提无所得，你今但发无所得心，决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菩提无住处，是故无有得。所以说我已燃灯佛说，无有少法可得，佛就给我受记。明知道一切众生本是菩提，不应更得菩提。如今闻发菩提心，将为一个心学起佛去，为您做佛。您就是想，只要你想要做佛，任你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只得个报化佛、报身或者化身佛，与你的法身本源真性佛，本源真性佛就是法身，啊，绝对的意思，有什么交涉呢？毫不相关。所以说，外求有相佛与你不相似啊，哎，外求的有相，因为我们真佛是无形象的啦，法身是无形象的啦，你求外相的佛。看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怎么求都不相似我们绝对的佛，绝对的佛无形象的，不来不去的，不生不灭的东西。十九页，即心是佛啊，这个心就是佛，上至诸佛，下至纯动寒灵，都有佛性，同一个心体。所以达摩从西天来唯传一心法，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视取自心，见自本性，更莫别求。所以因何视自心呢？就如今言语者，你现在讲话就是你的心。若不言语，又不作用，心体如虚空相似，没有相貌，也无方所，也不一向是无，有而不可见。所以祖师说，真性心地藏啊，我们的真心呢、啊？啊，那么。它是隐藏起来的，真性心地藏，真性这个心法它是隐藏的。为什么？它无头也无尾啊，你要说它是什么？应缘而化物啊，应一切的因缘而化度众生呢、啊、方便说这叫做智慧，这叫做智慧啊。哎，所以一个人呢、啊、死的时候啊，你从脑筋到从头指到下，哪里智慧啊？嗯，对不对？智慧从哪里？哎，我现在讲话了，这是智慧啊，让我们大家解脱啊，这是智慧啊。处理事情啊，功德圆满了、啊，
这也是一种智慧的表征啊。佛的智慧是什么？所以叫应缘化物啊，方便叫做具。若不应缘的时候，不可言其有；不应缘，不能说它有。啊，没有正应的时候，也没有踪迹可寻。既然这么样知道，如今但向无中七泊啊，就是七习停泊了。你意思就是一生一世，抓住这个无字，守住这个无心，就是行诸佛路啊。碰到什么事情，化作无，化作无。我们贪，贪化作无；嗔，嗔化作无；痴，痴化作无；执着化作无；颠倒化作无；分别化作无。你看，就一个无字，就是行诸佛路。所以丛林无真就是福。你看，这无真呢、啊，无真呢、啊，是不是？要说到无真呢、啊，这个很不容易，不容易。那么一碰到真怎么办呢？碰到真就是随他。你要度是不度众生，或者要在佛门里面呢行进，有一个自己很重要，就是随喜功德，随喜功德。做法师的，在家居士啊，要恒顺众生。这是行诸佛路。经云：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切众生轮回生死者，一缘走坐，一缘就是意识攀缘，走坐就是奔走啊，造作。心于六道没有停止啊，他停不下来，自时受种种的苦，受种种的苦。净明云：难化之人呢、啊，心如远虹，所以啊，故以若干种法自抑其心，压抑控制他的心，然后调伏，所以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所以知道一切诸法都是由心造，乃至人天地六道修罗尽由心造。如今但行无心，顿息诸缘，莫生妄想分别，这个很重要。只要你学这个无心，顿息诸缘，就是显现在你面前的一切境界，你都知道这个是假象，不需要去妄想分别的强迫它，乃至于想要得到什么都不要有，随缘放下，随缘。完成自己的责任义务是什么？该做的总是要做，不要勉强任何一件事情，不要勉强众生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无人无我，无贪嗔，无嗔恚，无胜负，但除却如许多种种的妄想，性质本来清净，就是修行菩提法佛等。若不会此意，众你广邪勤苦修行，目持草衣不识自心，皆名邪行，尽作天魔外道，水陆诸神，如此修行当复何意啊。智公云：本体是自心作，哪得向无自中求，如今但是自心习切思维，妄想尘恼自然不生啊。净明云：为之一床，寝疾而卧，心不起眼，如今卧疾攀岩都习，妄想歇灭，要止息了，就是菩提。守得住修道，不要光，先守得住，守的这一颗心不妄想不颠倒，先守得住，碰到境界后是他不可得。不要把自己弄得太无知，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痛苦，这么单纯的事情不要把它弄得很复杂，就是菩提。如今若心里纷纷不定，任你学到三圣四果十地诸位啊，何沙，何沙就是终究啊，毕竟只是向凡圣分别心当中做，凡圣就是分别，因为有分别心才有凡，才有圣宗啊，宗座嘛，诸行尽归无常，势力皆有尽期啊。那还有什么贪着的呢？犹如箭射一空啊，历尽了凡堕，切归生死轮回，如是修行不解佛意啊，虚受辛苦，岂非大错？智公说：为逢出世名师，往服大圣法要。意思就是你今天没有碰到大彻大悟的圣者，善知识在你的旁边，那就很冤枉你研究大圣佛法，因为没有人指点你啊，你不悟啊，还自己认为是对的。如今在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但行无心，也无分别啊，他就叫你怎么下手啦。但行无心，也无分别，只要你学这个，亦无依靠，以依就是依靠，你不要依靠任何的法，也无助着，千万不要动一个念头去执着什么，终日任运腾腾啊，
就是随顺因缘，按照变化拢无要紧啦，拢爱解脱啦。啊，那庞印居士啊，他那么有钱，他把有钱所有的钱拿去前面躲害，不就觉得不可思议吗？对不对？不可思议吗？啊，为什么？他就是要过那种啊闲云野鹤的日子啊，是不是？所以有钱的人呢、啊，怕人家绑票啊；无钱的人呢、啊，痛苦不已啊。哎，悟道人呢、啊，有钱呢、啊，他懂得布施；哎，无钱他懂得安分随己，随顺因缘，都解脱了，都解脱了。啊，如此人你相视啊，世人竟不是你，全世界人都不认识你，你也不用叫人认识。是不是啊？哎，你也不必要叫人认不认识你，你又不是在打知名度，生死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哎，生死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心如顽石头啊，顽石就是无知的石头，哎，无知的石头，心呢、啊，哎，就像无知的石头，不起心，不动念，都无细缝，让你有机可乘。我不动念，你一点办法我都不，一切法臭如心不入。悟然就浑然忘我胡浊，如此时有少分相应，透得三界见过，名为佛出世不漏心相，名为无漏智，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无漏，动念分别执着就是有漏，就这么简单。怎么样能够无漏呢？不起心不动念，见一切相，学习放下，不做人天业，不做地业，不起一切心，诸缘尽不生。来哟、哦，啊，你都该挂了。净持身心是自由人，啊，不是一向不生，只是随意而生。这句话很重要啊，不是一向不生，不是强迫他不生哦，只是随意随这个念头了知空性而这样不生的，不是刻意的叫他不生啊。这个注意听，不是一向不生，不是你刻意的把他推到无生，哎。只是随意念了知如梦幻泡影空性无声，是这样子。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生活在现实，你一向不生你会怕一向不生而避开境界，不，他不叫你避开境界，只是随意，就是随一切因缘，你起心动念了解它是空性而不生。经典说菩萨有意生生，意生生就是随意自主，这个意念啊，他的色身呢、啊？我们一般是有色之身呢、啊，他是意身，是由意识产生的身体，就是无障无碍。这个《华严经》讲的最清楚，就是意身身随意所产生的身体啊，你也叫意身身。这个色身呢、啊，是清净四大所生，无障无碍，无形无色。哎，忽若未会无心着相而作者，忽若就是若是，那若是如果是不会无心着相而作者，如果你不懂无心着相而去造作，通通属于魔业啊，乃至做净土佛事并解成业，乃名佛障，障你心故，被因果管束，被因果就是生命，被这个生命的因果所管带束缚，去住无自由分。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来所说皆是度化众生，又如黄叶为基呢，贤子小儿体啊，故实无有法名阿耨菩提。如今既会此意啊，何用区区就是劳苦分别啊，但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啊，心里明明就是清清楚楚。所以旧时见解啊，总须舍弃。是以前你的执着，这个见解就是以前你的执着，总是要放下，让它清净无所执着，净明净影，出其所有。法华说，二十年中常令除粪，只是除什么？我们心中大概啊有一堆的粪便，就是不清净，垃圾要除。这些分别颠倒见，只是除去心中作见解处。哎，又云捐除细论之分，所以如来藏本质空寂，并不停留一法。所以经典说，诸佛国度亦复皆苦啊！啊，若言佛道是修学而得，如此见解前无交涉，佛道绝对不是修来的，是悟的，或者做一机一境一个机巧啊，在一个巧合的机因缘之下，或者某一种境界之下，扬眉动目啊，只对相当。
敌对相当就是应对相当，那只要恰到好处，便到气会，便自己说，哎，我已经气入了。啊，得正悟禅理也，自以为，哎呀，已经有相当功夫了，已经有相当功夫了，这是自己认为了，不逢一人不解。哎，碰到一个人经教不是很通达的，没有悟道的人，便道都无所知。哎呀，是笑人家呀，啊，你这无所知，对他做这个道理，哎，就是跟别人应对，得到一点道理，哎，心中便欢喜了。如果被别人喝骂、折服，哎，不如他，心呢就怀呀仇恨了。哎，这个愁肠，就是失意忧愁的样子，一下子啊，哎，说别人无知。一下子啊，得到一点道理，心中又欢喜；一下子被人家折服，心里又仇恨不满。如此心意邪缠，有何交涉？用这样起起落落的心邪道邪缠，这有什么关系呢？禅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但是永远都是这样清净的。啊，众生就是你顺他，他就高兴啊；你不顺他，他就烦恼。任你会的少许道理，只得个心所法，心所有法。心所有就是心所有法，与禅道总没有交涉，跟禅总不相干。你要先学禅，你总要发大大志愿，从今以后不生不灭，不管什么境界，现前包括破产，包括你老婆啊，特开心，哎，包括领导黑修出，你总是这样子，总是这样子，是不是？啊，什么事情你做最坏的打算？你总是不会有绝望，就是这样。这句话虽然很老生常谈，但是你体会我的话，你就知道这句话也是绝对。这句话也是绝对。什么事情你做最坏的打算，你心关的不干扣啊。大不了怎么样，就是这样放下。大不了如何，就是放下。所以啊，达摩面壁都不令人有见处。所以说，忘机机巧分别是佛道，分别是魔境。此性众迷迷的时候也不失，悟的时候也不得。天真自性本来就没有迷跟悟，尽十方虚空界原来是我一心体啊，自心的本体。纵然你的动用造作起离虚空，虚空本来无大无小，无漏无为，无迷无悟，了了见无一物，也无人也无佛，皆千好。千好就是丝毫的量，量就是说多跟少，我众生就是落在这个量里面了、啊，量里面的，今天吃好菜了，哎，心情高兴了；量吃少一点了，哎，烦恼了，有烦恼了。这个量多量少啊，是众生啊最可怕的一种烦恼。所以一个大彻道的圣子，你身上拥有一亿，都碌碌不动，就是一百亿他都没有关系，他身上剩下十块钱，他也不烦恼，他也不烦恼。千毫的量是无意义啊，无年错。啊，年早啊，错就是节系联系，一道清流是自信啊，无生乏人呐、啊，何有宁意啊？哪里有宁就是思维分别，意就是议论，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的啊。宁就是思，意就是、啊、议论，真的啊，何有宁意就是不可思议的，哪里有让你思维，哪里有让你去议论的本性？这个无生啊。这个自性清净心，哪里是思维分别议论可以讨论可以思维的呢？真佛无口不解说法，真听无耳其谁闻乎？真众啊，真佛是不能靠口去嘴巴去讲的。你如果不了解佛法的话，我告诉你，真听是无耳的，哎，不解说法，不了解啊，我们所说的法，你怎么讲，只是一个分别之见而已。真听是无耳的啊，真听是内心的听啊，不是用耳朵的呀，用闻性自性清净心去听的了。其谁闻乎？有谁在闻呢、啊？因为无我嘛，用谁闻？无我就是自性清净心的展现呢、啊，一切法无我嘛。真宗啊，只是因为这一段呢、啊，我们都看过了，所以我们就念一念啊，复习一下，都讲过了嘛，所以我们再念一念，复习一下啊，底下这个、啊。就没有讲过了啊，21页倒数第一行，智公禅师大圣赞颂啊。那么这个智公啊禅师就是宝智禅师了啊，
西元418到514啊，距离今天啊，大概是1500多年。哎，1580年左右啊，相当久远的一个人了 宝智禅师。大道藏在目前，大道就是佛道啦，随时时时刻刻啊，都在你的眼前，虽在目前难睹，虽就在你的前面呐、可是你看不到，不认识它。若欲悟道真体呀、如果你想要悟道真正的心体呀、莫除声色言语，你就不必去除去境界，是六尘不二啊，还同正觉。你想要悟到真正的体现啊，莫就是不必，你不必去除去声色言语。为什么？一切声色言语，言语就是大道。这个会说话的就是佛性的作用。22页。不假断除烦恼，你不必强硬的强迫自己说要把它断掉这个烦恼。如果你会观照，烦恼本来是空寂，本来是空寂。忘情地相缠绕，地相就是次第交互的，缠绕就是纠缠回绕。一切如影如响，一切就像影子一样，不实在了呢。如响啊，是声音的最后就是响啊。我们常常讲音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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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的最后就是响，也是不实在的。影子跟响都是不实在的。也不知何恶何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呢？只要你有心，就取向为实，就是你只要啊，去执着这个外在的相，认为是实在的，定知见性不了，就一定知道你不可能证悟，不可能开悟。你会在这个相上啊，值得弄得死气活来，到死不会觉悟的。所以就是有心取相为实，并知见性不了。若欲作业求佛，佛是生死大照，照就是预照、真照。你想要用修的，用任何的照做去求佛，佛也会变成生死啊。用造作的心求佛，这个心就是生死啊。所以说若欲作业求佛，佛是生死大造啊，就是预造真造啊。生死夜长随身，黑暗狱中未悟啊，未晓。在黑暗的狱中啊，也不了解了。悟理本来是无益啊，当我们悟到这个真理啊，清净自性啊，本来也没什么差别啦。觉后谁晚谁早，觉后就是悟到后，哪个是晚，哪个是早呢？没有的，法界量同太虚啊，众生自心自小。本来我们的心呢、量同法界。结果我们现在弄得啊，心量狭小的不得了，为了一件小事情啊，那搞得啊昏天暗地的，痛苦不堪，众生自心自小。我们想想看，佛的胸量有像虚空这么的大，我们今天呢、为了一件小事情啊，哎呀，把自己弄得困得死气活来的。就可以知道众生的自心自小，就是智慧的心实在是太小了，讲起来是很悲哀的啦。
但能不起无我，起就是升起了啊，但能不起这个启发嘛，无我，只要不要升起这个我执我见呢、啊，无我就是有一个我啦，但能不起无我，就是只要你不升起有一个我见呢、啊，一个我执着一个我啊，那么不生不灭的涅槃法呀，这个就常常吃饱了，涅槃法师就常饱了，其实很容易的啦。妄生宁静照影，宁就是面对希望的色身，面对这个镜子来照这个影子，那么我们就了解影跟这个妄生呢、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它是不二的。如果你只要你如果你想要去掉这个影子，留下这个实质的身体，那是不可能的。不知道身本同虚，就虚妄，这个身就是妄身，这个妄身虚妄之身，也就像同态虚空一样，身本以影不异，身跟这个影子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不可以说一个有一个无啊，或者一有一无啊。若于想要存一个身去一个影子，或者存一个影子去一个身，存一则一，是永远跟执理相疏啊。疏就是远离啊，永远呢、啊、跟这个、啊、真理啊啊是相远离的。顿作爱甚真反，哎呀，喜欢佛陀。哎、看到众生很厌恶了，哎呀，这个众生厌恶，哎，我告诉这，哎呀，凡夫啊，这一群的众生，正是种菩提的地方啊，就像一堆烂泥巴呀，你正是你收成收获的地方，这是你收获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有功夫了、啊，我们真的有功夫，这一切恶劣的众生呢、啊，变成我们喜欢的地方，为何以故？更能够让我们觉悟，但是我们没有功夫啊，那就稍微保持一个尊敬跟远离，要看自己的功夫了。啊，如果我们功夫到了啊，那就无胜无反。啊，像凡夫的话，就爱胜真凡了、啊，这就变成生死海的沉浮，烦恼因心故有啊，无心烦恼何惧？如果直下无心。烦恼从哪里起来呢？啊，你不老分别取相，你不需要去分别去着这个相，自然得到虚欲，自然得到虚欲。梦时梦中照做，觉的时候觉境都无，在梦的时候在梦中这样的照做，觉悟的时候连觉悟的境界也没有。凡是觉识与梦，凡是就是反过来思维，反过来这样思维，醒的时候跟梦的时候，醒跟梦颠倒二见没有什么差别啊。梦中里面在做梦，醒的时候也是做梦，这其实这两个颠倒啊没什么差别。如果改名取觉求利，利就是有所得啦，就像做生意一样贩卖商图啊，啊，就像做生意一样，我卖给你，我想图利一点啊，这样子的话，那么啊就不对了。这改名取决啊，那么求利就是求好像有所得了，利就是有所得啊，那么跟这个做生意的买卖没什么两样了，那不是一个真正修行人。动静两忘常寂，动性本空，静态也是空啊。两忘就是两种状态通通是空性，要放下常自即灭相，自然契合真如。哎，一个大修行人他怎么会无聊呢？会无聊呢？不可能的。哎，就像这次秘鲁的左派游击队啊，他这是日本的大使馆，秘鲁的大使馆呢、啊，攻进去，然后就俘虏了四五百个人。哎呀，后来慢慢放，今天又放了200多个人，
哎，抱着灯的说那里面的人呢、啊，在里面呢、啊、很无聊，就叫人家送这个象棋进去，送这个扑克牌，当人质啊，觉得很无聊。他这样的地方，他不要做什么，很多的大使馆呢、使馆那些都是很高的这个职责的人，哎，被这个左派游击队啊控制住的时候，当人质的时候，他觉得很无聊，叫他们送扑克牌进去啊。啊，有的人就坐在那地方啊，想不晓得做什么，不晓得做什么，他们没有心中没有佛，也不晓得什么叫修行啊，也不晓得这是悟道啊，没有啊，无聊，坐在那地方就是无聊。哎，你看这条命就快死掉了，还在那边打牌，任他处置啊，你不能怎么办？哎，如果一个悟道的人呢、啊碰到这种情形啊，对不对？心里想做最坏打算嘛，就一枪打死我们嘛，心。没有恐惧感，以此这个平静的心就进入净土。哎，如果我们像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想我们修行人就会在那边盘坐，他只要不打我们就好了。哎，吃东西大家分多少我们吃多少，心的恐惧感我想就比较少。那悟道人的生死自在了，那根本不会管这个。所以说啊，我们的悟道的人动静都了解，这是空性的道理。那自然契合真如。如果言众生不同于佛，那么就迢迢与佛常殊，迢迢就是遥远的样子，跟佛啊就非常的远离。佛跟众生是不二的，自然是究竟无疑。法性本来是常寂呀，一切法的自性啊，本来是不可得，永远是空不可得。荡荡无有边畔，荡荡就是广大平坦的、没有边际啊。安心起始之间被他恶境回换了 我们想要安心在这个起始之间，切别这两种境界啊，一个是顺境，一个是逆境啊，一个是善或者是恶啊，这个取舍这两种境界里面怎么样回换，就是回转替换，意思就是没有办法主导。如果啊，你要用一种方式来修行，譬如说练龙入定坐禅，收摄起仪容啊，就像我们讲，把腿盘起来，腰挺直，把眼睛啊三七眼闭起来，眼睛闭七分看三分，你们这样叫做修行，就是练龙入定坐禅。色静安心觉观，以下就是讥笑了，说这样跟机关木能修道，是何时得达彼岸呢？这里的机关木能就是说完全跟这些没有感情的机器跟这个木头人没有什么两样的，表示没有智慧啊，意思就是说这样不是修行，你用这种方式收摄起仪容，在那边打坐摄静安心产生觉观啊，这些机关木能修道，是不是何时能够得到彼岸呢？意思就是方法错误了。底下就讲真的咯，诸法本来就是空无浊净啊，空诸法本空啊，无浊净是浮云会散啊，本来就是不需要去执着，它就像浮云啊，一下聚会一下散开来，有无常嘛。有一天你悟本性圆空，有一天你悟到万法当体即空，恰是热病得汗啊，好像啊热病得汗啊。我们以前啊错用心拼死命，结果现在啊太简单了，哎，无智人前莫说，在没有智慧的人前呢、啊、你千万不要说，你说了打你色身心散，打得你啊像星辰一般的、啊、骨头散落，怕刚好你骨头脚力的丢。哎，无知人前莫说，打你色身啊心散，你像这个没有智慧的人说这个禅啊，啊一切法本空啊，你的供大好你啊啊骨几个麻利啊呢，哎，意思是说法呀还是要看因缘啊，看根性啊，没有那种根性还是不行的。23页，大道不由行得，行就是照做，
哇，我们这个佛道啊，不是因为造作而来的。说行全为凡意啊，说行就是说道修行，只是方便为了这些凡夫或者是愚痴的人。这得理反观已醒，这个悟道的人反观啊，回光返照过去的种种修行，使之枉用功夫，才知道错用冤枉啊，错用心，走了一条冤枉的路啊，冤枉的路啊，未悟圆通大理啊。如果没有悟到圆通的大道理呢，要去言行相符，就是所说如所行啊。啊，言行相符就是相辅相成呐、啊，啊，不得持他之见，不可以从别人的知见上啊，怎么样来按照啊别人的知见所建立的变成我们的知见，所以不得持他之见，不可以执着别人给我们的知见变作我们的知见，分别心，回光返照啊，回光返本全无啊，我们回光返照啊，全无就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嗯，为什么说时数宝嘛，自己全无嘛，别人讲了一大堆，我们变成执着对方，我们为什么不回光返照自己呢？是有谁解会此说，教今向己推求？哎，有谁能够去了解所有的说法是叫你要看自己，教今向己推求？当你往内在自己的角度看的时候，自见细思罪过，你就会看到自己的过失。六祖慧能说：“常自见己过啊，即与道相当。”常常回光返照，看到自己的过失，不要怪罪于别人。众生很容易看的，你注意看，众生都是怪别人的。只要两个冲突，他绝对不会说自己错的。哎，是常自见己过，即与道相当。除却五欲疮疣，疮就是皮肤溃烂，疣就是皮肤肿瘤，这样就可以除去五欲啊，这种过患呢、啊。疮疣都是一种病啊，皮肤溃烂或者皮肤肿瘤，解脱逍遥自在啊，随方就是到处，到处随到任何一个地方，见脉风流啊。这个风流就是韵味格调啊，或者仪表态度，贱卖自己的仪表了。谁是发心埋者啊？只要你有心呢、啊，来了解、来悟道，是不是啊？啊，意思就是随方贱卖风流，就是我到处任何一个地方随缘来、哎、散播这个佛法的自信的法门。只要谁发心来买，也得是我无忧，就会像我一样的无所忧郁，意思就是见自性，当然就可以像智公禅师一样的啦。声闻心心断惑，声闻的人是每一个念头，心心就是念念啊，要断惑，要断，记住能断之心是贼呀，能断的心是贼呀，是不正确的啦。贼贼地相除浅呢、啊？地相就是互相啊，除浅呢、啊？啊，你除我，我除你啊。那么到什么时候了本与末才了解自性清净的与末呢？也何时了本与末？就是什么时候才了解自性清净心？不管说话的清净心、沉默的清净心，何时才能够了知本心的与末呢？我们嘴巴口内受经千卷，每天都在诵经千卷，体上问经不是啊，在心体上一问三不是。什么是清净的本体佛性？不知道啊，所以就讲不解佛法圆通，不了解佛法的圆通，徒劳行行数末，寻就是寻找，行就是文章，数啊啊就是算，算一算，墨就是文字，行行啊，行行啊，数墨啊，我这个文章是一行、两行、三行的吗？对不对？哎，一行行啊，是不是？墨就是文字啊，啊，你寻找一行一行的文章啊，数这个一个字一个字的文字，
意思就是追求经论文字的意思啊，啊，不解佛法圆通，却啊白白的辛苦在那边追求经论文字啊，寻找文章，数数文字啊，或者是陀陀阿难阿难若这个苦恨啊，在这个阿难若啊苦恨极境处啊修这个苦行。希望后生功德，还希望将来啊得到一点功德呢。就凭这一点希望念头，就是隔圣，就是远离的圣人。圣人不隔一丝一毫一毫一毫端，现前就是，怎么可以寄望未来呢？什么希望即是隔圣啊，啊，你动的一个将来来生怎么样，那就已经远离圣人了。学道直下无心就是道啊，怎么要等待未来呢？大道何以物可得啊，大道怎么能够得到呢？还存在一个希望将来，那已经离开了圣人。譬如梦里渡河啊，比如说在做梦里面啊，坐着船渡河，这个船是渡过河北边，突然间觉醒过来，还睡在床铺上，床上安眠呢，啊，醒过来以后呢，就失去了渡船的规则，就是方法、航道或者是方法，怎么过去的已经忘记了。船师跟那个渡人呢，两个就本来不相识啊，众生迷倒羁绊，羁就是约束，绊就是牵绊，啊，就是困住的意思。众生的迷惑、颠倒，种种的束缚啊。啊，往来三界疲极，这句话我们倒是体会的很大很深。往来三界是很疲劳的，极就是自己的，是实在有够疲劳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来生呢、再继续六道轮回啊，我们真的是很累啊，而且这个啊，这些累啊，又是多余的，这往来三界、是很疲劳啊，疲劳到极点呐、你想想，如果我们来世再投胎的话，再来转世，再参加大学联考，然后登短廊的时候又要牙齿痛，牙齿啊，登短廊啊，好变啊，牙齿痛，对不对？啊，是啊，登短廊的时候，我一听到登短廊的时候，心肝过一天。听到一点，那个啊，妈妈，我这拢会听的啊，那登大人，那灵啊，那登大人拢会听呢。啊，就咪啊，亲像嘛是会听，不是女众会听啦，查甫嘛是会听，有感觉，感觉正经的啊，就是登大人。这声音突然间，骨头刚拢烧声，啊型啊声，个啊，那登大人就是啊型啊声，吹气的哦，这喉咙在听啊，就肿起来。然后呀，参加联考，不眠不休的这样读书，就是很辛苦的。你单单想想看，就知道很辛苦，为了一官半职，下多读多少的书，参加多少次的联考。我们以前呢，是国中的前一届，那是要初中要考试的最后一届。通通要考试的，连初中上去都要考，但是读小学就开始啊，那个打骂的教育，老师都是日本式的教育，每天通通打，脱裤子打的哦，想起来真可怕，真可怕。中秋节你来上边，给他拍个死啦！哎，跟你讲认真，正经的啊，他的名字我还记得啊。我看伊死啊！伊即卖老爹七十几岁啊，死啊，无爹啊，可能死啊吧。眼睛啊，每天都赌博，心情不好，就打屁股。中秋节送中秋月饼，他就打小力一点，没有送的啊，就很大，打的屁股回去洗澡的时候都不敢沾水，那个痛得不得了，激灵激灵。如果现在来讲的话，家长一定告他的。我们以前。大家都这样子嘛，为了联考就是拼命的打。你现在想起来，有一次我们做班长，做班长的时候，前班都讲话，班长出来，啪一下一巴掌打过去，你怎么让前班讲话？啪，给你老皮皮老啊！
这班定拍折的样子呀，啊，怕的那老平的老干的，哦，那个鼻血一直流一直流。那爸爸也不在呀、啊，妈妈做清道夫啊，没有一个人有够力的。如果像我们今天来讲这样子的啊，那就告他了，就告我们的老师了，对不对？没办法。所以这个啊，想到这个，想到这种事情哈，只要再来投胎啊，虽然说我这个智商啊跟身高是一样的高，世间人来讲算是顶尖的一等一的头脑，但是也是觉得很辛苦啊，很辛苦啊，真的啊，哎，真的很辛苦啊。就有没有当今天这样的法师来讲，那经教上那个是下死功夫的，那看那个藏经是不眠不休，这样子彻底的一天睡不了几个钟头，那几年都是这样子，哎呀，才有一点点小小微不足道的这样成就啊，啊，就比赛啊，你看你几天嘛成就呢？你想想看，这个修行也不容易啊，度众生也是不容易，因此啊，再来生死啊。是很疲乏的，这个我们深深的体会。但是这个病苦啊，就实在是够你受的。觉悟生死如梦啊，一切求心自喜啊，慢慢的把这句话线啊回去参参看啊，很受益的。你觉悟到生死就像做梦一样啊，你一切的追求就马上就停息了，无所求的心就跑出来了。这世间你求什么东西？你要求什么？众生不解修道啊，便宜断除烦恼，便宜断除烦恼。哎，众生呢不解修道，便宜断除烦恼。烦恼本来空寂啊，将道更欲觅道啊，将这个道啊更要求这个道。一念之心就是当下一念心就是，何须别处寻讨？寻讨就是追寻、直取啊。大道只在目前呐、啊，大道就在眼前呐、啊。见一切相，但无心呢、啊，就是道。愚道就是愚痴、颠倒、迷人不了啊。佛性天真自然，也无因缘修造，不假修造，本自具足，不是三毒虚假。我们不认识这个三毒是不实在的，我们还顺着贪嗔痴拼命的用自己的个性在做事情。说实在是很悲哀，妄执浮沉生老啊，妄执这个生，妄执浮沉呢、啊，就沉浮这个生老病死啊，沉浮在这个六道啊。昔时明日为晚呐、啊，因为、啊、日夜颠倒啊。今日始觉非早，今天呢觉悟了也不会太早啦。我是身心快乐啊，萧然无善无恶，萧然就是毫无牵挂的样子，萧然无善无恶就是不落入善恶的观念。我是那么的洒脱，那么的自在，碰到善的也不着，碰到恶的也不着，不落入善恶的对立观念，法身自在无方啊。六祖讲不是善不是恶，就这么实，是名上座本来的面目。佛法这一句参得透，保你一生管用不了，哎，保你一生管用，